Stride of Zion, make a joyful noise. Let all God'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rejoice. For the Lord God has poured out the rain, the season of promise is here. O Stride of Zion, make a joyful noise. Let all God'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rejoice. For the Lord God has poured out the rai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rain. The promised abundance of souls, we shall see the greatest harvest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Holy Ghost, hallelujah, hallelujah. Yes, this is the promise of God. Blessing flowing, souls rejoicing as the former and latter rain. The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我落主。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我们阿美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萨利卡干纳普隆纳埃侯。泰鲁格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安巴拉纳玛侯。布能族的弟兄姐妹，米呼米萨。泰尔族的弟兄姐妹，卢卡西姆瓜拉曼的水。台湾族的弟兄姐妹，我们说玛丽玛丽马斯鲁。对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年长的原住民，我们说米纳萨姆孔巴瓦。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成果归给做宝座的主耶稣基督，慈爱天父、圣灵保卫师，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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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他。这个布道大会是为主耶稣基督慈爱天父圣灵保惠师所设立的。这个布道大会是为了天父上帝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所准备的。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请坐。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开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在耶路撒冷近羊门有在希伯来的腔口叫做毕士大，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那里面有痴迷的、摆脚的、肺高大的、嘴嘴破病的人倒的。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在那里有一个人破病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看见他倒的，在他病已经久，跟他说：你爱得到好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破病的人因讲：主啊，水叮当的时候，无人通扶我落去。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到我来的时候，别人已经带先我落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耶稣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袍啊去行。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个人即时好，就拿伊的袍啊去行。今天兄弟要证道的题目是孤独的人。今天我要所讲到的题目是孤独的人。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的神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心门，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耳腔，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得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都能够起来收割庄稼，都能起来收割五谷，都能起来传福音，都能起来传福音。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这样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孤独的人，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孤独的人，许多的家庭是单亲的家庭，很多家庭是单亲的家庭，许多人孤独，很多人孤单，我们好像田里孤单的露丝，我们像在田里面很孤单的白灵丝，我们好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好像在屋顶那些孤单的雀鸟啊。而今天社会上最大的特征就是孤单寂寞，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孤单寂寞。虽然城市里还有乡间有许多的人，虽然你在城市里面在增加的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的心灵里是孤独的，总是我们的心肝里面是孤独的。不仅成年人孤独，不是只有这些大人孤单，许多人资料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大学生跟许多离婚的人一样是很孤独的。这些资料，其实资料跟我们说，很多大学生跟那些离婚的人一样都是非常的孤单。你孤独吗？你敢有感觉孤单？有的人感到孤独就借酒消愁，有人感觉孤单寂寞的时候就借烧酒来解忧愁，有的人喝酒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困难，但虽然很多人喝酒总是没法解决这些困难，有人嗑药，有人吃那些药啊，但是你不能借着酒或药物觉得有人在陪伴你，
总是你无多接到酒，还是讲药物，让你感觉讲有人在甲你做伴。实际上，今天很多人被酒或药物所捆绑着，不能自拔。是来讲话，今天真侪人去用酒这药物来捆绑，是无多自拔，而且越陷越深，愈陷愈深。许多人最后走到绝路，必须要自杀去。真侪人行到最后是绝路，必须要自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咱是要安怎？主耶稣基督有一次到一个孤单寂寞的人面前，主耶稣有一次来到孤单寂寞的人的面前，他生病瘫痪了38年，他破病变衰已经38年久，他被放在同一个地点38年，他用放在同一个地方38年，他又孤独，他又厌倦，他又没有朋友，他孤单夜深，他又没有朋友。这个人是你吗？这个人敢是你吗？而耶稣看着他对他说，耶稣看着他对他来说，你需要痊愈吗？你需要有朋友吗？你要得到好吗？你要得到朋友吗？那个人回答说，是的，我是需要朋友，我是需要痊愈。那个人跟他们说，是我需要朋友，我需要能勇敢好起来。今天孤独寂寞袭击的千千万万社会上许多的人，在孤单寂寞来影响到咱社会中千千万万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却在人群里面单独的面对他。总是耶稣基督在人群的中间单独来面对着伊。耶稣基督不仅做他最好的朋友，而且完全的医治他。耶稣基督不是跟他最上好的朋友，佮完全来医治伊。今天耶稣基督也可以做你最好的朋友。今天耶稣基督也让做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今天晚上你接受耶稣，打开心门来接受他。今天你来接受耶稣，打开心门来接受伊。耶稣基督也将赐你平安、喜乐跟满足。耶稣基督要赏赐你平安、喜乐跟满足。他要陪伴你到天涯海角。伊要陪伴你到天边海角。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去，他使你不再觉得孤单和寂寞。伊让你袂当阁感觉孤单甲寂寞。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今天孤独袭击了全世界许多的人，今天孤单已经影响到世界很多很多人。他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他用不同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是什么呢？这些形态是什么呢？第一项，一个人感到孤独是因为他的心灵里感觉到渴慕。一个人感觉孤单，是因为心灵的里面感觉真需要、真渴慕。因为他心灵里面是干渴的，因为他的心肝里面是干涩、嘴干。一个人孤单寂寞的原因是心里面出了毛病。一个人的孤单是他的心的里面有问题。今天太多人的心里是孤单寂寞的，今天太多人的心肝里面是真的孤单寂寞。特别是今天我们社会上许多的父母离婚了。特别咱社会中间，这父母真侪人是已经离婚。许多小孩子从小就发现父亲或母亲一方突然消失了。真侪囡仔伫细汉的时阵，你发现讲老爸也是老母突然间有一边转，忽然间无去啦。无论是离婚或者亲人突然的死亡，无论是离婚还是讲亲人忽然间的死亡，都使单亲家庭的孩子没有安全感，拢让单亲家庭的囡仔无安全感。他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寂寞跟痛苦，伊的心肝就讲袂出来迄款的寂寞甲痛苦。他也惧怕他的亲人有一天也会突然的离开，伊也足惊讲伊的亲人有一天忽然间来离开伊。第二项是感情分离产生的孤独，是感情分离所产生的孤独。本来两个人彼此相爱着，本来两个人是彼此来相疼，突然有一方对另一方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不要再看你的面。突然间有一边跟另外一边来讲，我无够爱你啊，咱卖够见面啊。但是另一方仍然爱着对方，总是伊还够真疼着对方。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孤单跟寂寞。你想，这是我尼啊孤单甲寂寞。第三是悲哀的孤独，是悲哀的孤独。随着年龄慢慢的成长，随着年龄慢慢的成长，就好像你一样，你从孩子然后变成成年人，就像你同款，较早做囡仔，即卖已经做大人。你发现你要送你的亲戚朋友离开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多，你发现讲你要送你的亲人朋友离开这个世间的机会越来越多，参加亲友的葬礼也越来越多，参加亲人的葬礼啊越来越多，这是多么悲哀，多么孤独啊！这是我尼啊悲哀，我尼啊孤独啊！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他朋友的坟墓前面。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伊的朋友的墓啊头前。他的朋友名字叫拉撒路，伊的朋友叫做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死四天。耶稣来到坟墓前，他哭了。耶稣来到坟墓的头前，他哭了。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你的悲哀，知道你的孤独。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你的悲哀，知道你的孤独。他为你和我而哭，他为着你和我来哭。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安尼讲：“过我在你，我活命在你，我信我的人，虽亡死，也要过我。”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耶稣讲，凡活来信我的，永远未死。耶稣来到坟墓前，耶稣来到坟墓的头前，他祷告以后，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一祈祷了，大声地讲：“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复活出来了，那个死人就够活出来了。想想看，相信主耶稣基督有多么大的盼望。想看嘛，相信主耶稣就管你多爱恩望。在灵里面，你将永远不死；在灵的里面，你永远未死。你将永远和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永远跟耶稣基督的上帝国度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今天来到台前接受耶稣做你独一的救主。这是为什么你今天需要来到台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今天晚上你离开世界死亡，如果今天晚你离开这世间来死。你问你自己，你可以到神的国度有永恒生命吗？你来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能够到上帝国度有永远的生命吗？你的罪、过失、错误完全被主耶稣基督所赦免吗？你的过失、错误、罪恶，拢已经被耶稣基督来赦免吗？你说我真的有罪吗？你说我真是敢有影有罪？为什么我有罪？为什么我有罪？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安尼讲，世间人拢犯了罪，上帝永远得不着。你说什么是罪呢？你说什么是罪啊？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圣经这样说，犯罪就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说什么是律法，什么是时间律法呢？你说什么是律法，什么是这个时间律法呢？早在距离今天3400年以前，离今天3400年以前，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律法。上帝借着摩西来颁布十条诫律法，我们都需要知道。咱需要怎样？第一诫，第一诫，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诫，上帝讲：“除了我以外，你唔通别个上帝。”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等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远离一切的偶像，你就远远离开一切偶像，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心中独一的救主，和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独一的救主。第二诫，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这些偶像。第二个上帝讲，唔当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唔当跪拜遐偶像，也唔当侍奉遐偶像。偶像本身没有任何的生命，偶像本身并无任何的生命，而是撒旦魔鬼邪灵躲在偶像的后面。是这撒旦魔鬼邪神的秘密在偶像的后边，他假装以为是很灵的，实际上在操纵你，在捆绑你。伊假神讲足有灵性，其实伊咧控制你，伊要捆绑你。他要使你惧怕他的势力，伊要让你惊吓。所以不可以拜偶像，所以唔通拜偶像。第三诫，上帝说不可妄称上帝的名。第三诫，上帝来讲唔通滥三称我上帝的名。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四诫就守安息日，守伊最圣。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五诫就有效你的时代，你的父母和你上帝赏赐你的地上会当长岁寿。第六诫，上帝说不可杀人。第六诫，上帝安尼讲，唔通杀死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七诫，唔通行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八诫，唔通偷窃。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九诫，唔通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第十诫，唔通贪婪别人一切所有的。你能做到吗？你敢不敢做一个？耶稣曾经说，在你心中有仇恨，甚至心中起了杀机，就好像杀了人一样。耶稣基督安尼讲，在你内面心肝底有怨恨，还是讲心肝底有杀人的意思，这就是犯了杀戒。耶稣说，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基督讲，你若看到一个妇人，你心肝就起奸淫的意念，这就已经该犯奸淫嘛。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全部的律法。你若犯了一条，等于犯了全部的律法。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在上帝面前，咱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将在上帝面前将要接受审判。咱要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们罪得赦免。总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伊让咱罪得赦免。他是我们有新的生命，重新开始。伊让咱有新的生命，对头来开始。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耶稣基督安尼讲，你们必须要重头生。如果今天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受他做独一的救主，如果今天你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独一的救主，耶稣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过失和错误。耶稣基督要赦免你一切罪过、过失和错误。你将重新开始，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你要对头来开始，好像从来唔捌犯过罪同款，像刚刚出生一样，拄拄啊，亲像拄啊出世同款。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得救？这是耶稣讲，咱必须要重头生，才能得救。第四，第四，
是犯罪的孤独，是犯罪孤独。医学报告上面说，医学的报告呢，甲咱讲，我们感到孤单寂寞是因为两种因素造成的。那你感觉孤单寂寞是有两种因素来造成的。第一个，感觉到我们不属于某种团体。第一，咱是互咱感觉讲无属于某一种的团体，所以我们觉得被孤独孤立起来。所以我们感到很孤单，受孤立起来。第二种感觉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所以我感到孤独。第二项是因为没人了解我，所以我感到很孤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他要叛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这些年轻人他要做很多奇怪的事。许多人感觉到这个时代好像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时代不了解我。他们感觉这个时代跟我都没关系，这个时代根本就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中辍生。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读的全部不爱读书。许多人是飙车族，有很多要去飙车，是吃这个摇头丸的主意，甚至我们是吃那些摇头丸这些族群。因为我们感觉到没有人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感觉没人可以了解我。他们好像是被隔离的一代，他们像是被隔离的一代。事实上今天很多银发族也被别人忽略了。其实今天我们感觉很多时代老人他感觉受忽略，他们是上一代的人，他们是上一代的人。但是今天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因为这些过去的银发族他努力的打拼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台湾的经济这么好也是过去我们现在这些时代他们打拼才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这一代却否认他们所成就的，不承认他们。所以这一代好像是否认他们的存在，没承认他们的打拼，所以银发族感到无比的孤单和寂寞。所以我们这些时代感觉很大的孤单和寂寞。实际上今天我们的上班族也被别人忽略了。其实我们今天上班的人也受忽略了，因为有孩子的教育还有家庭的经济，上班族拼命的努力打拼。因为孩子的教育家庭的经济，这些上班的人非常的打拼走中，早出晚归，但是被家人所忽略了。透早就出去，暗晚才回来，总是受家庭来受忽略去啊。事实上，今天我们每一个族群都被孤立起来。实在讲，我们今天每一种人拢受孤立起来。我们都被隔离了，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孤单和痛苦。咱受隔离，咱拢感觉真孤单、真痛苦。孤单寂寞的原因是在和上帝隔离。孤单寂寞的原因是在你跟上帝隔离。人感到孤独，实际上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人感觉孤单是对爱的落红开始的。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宇宙，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宇宙，他也按创造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伊嘛创造咱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伫爱的落红的中间，在那完美的伊甸园里面，底下完美的爱的落红里面，有一天人决定要独立自主。有一天人感觉讲我就要独立自主，他们选择离弃神。因选择离开上帝，他们背叛上帝的吩咐。因背叛上帝的吩咐，他要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吃到分别善恶树顶迄果子，他们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因讲我们行家己的路，因为我们可以见到这世界不需要上帝。我哋当去做这世界无需要上帝，这是最糟的决定，这上界惨的决定。从那时候开始，人和神永恒的生命开始隔离。对迄阵开始，人甲上帝永远的性命来受隔离。神跟人隔离以后，人必须要死亡。上帝跟人隔离了，人必须要死亡。罪就在那伊甸园里产生了，罪就是伊甸落红来产生了。这个罪一直一代一代又传到我们今天。这个罪一代一代已经传到我们今天，一直到你跟我这个世代，一直到我们你我这个世代，我们都有致死的疾病，我们都会死的破病。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罪的审判中逃脱，没一个人可以对罪的审判中间来脱离。所有的人的心灵越来越感到孤单寂寞，所以每一个人的心肝越来越感觉孤单寂寞。是的，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电脑电视电子产品，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电脑电视这么多 电子的产品，我们好像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好像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我们在电脑里面越来越感到孤单跟寂寞，总是我们坐在电脑的头前越感觉越孤单越寂寞。我们虽然有知识，但是我们没有智慧做最明智的决定。虽然我们有知识，总是我们没有智慧来做决定。知识只是死的，知识不过是死的。而且我们人里面没有属神的生命，总底下我们人里面没有属的上帝生命。是的，人类堕落了。是人堕落在那伊甸园里面，上帝在寻找亚当。
在爱的农的中间，上帝在敲着亚当。上帝实际上知道亚当藏在哪里。上帝实在知道亚当是秘在什么所在。但是上帝要知道亚当夏娃到底堕落到什么地步。同时，上帝要知道亚当夏娃到底堕落到什么款的地步。上帝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上帝安尼讲：“亚当，亚当，你伫倒位？”今天，上帝在呼叫我们每一位。今天是上帝在呼召每一个人。他呼叫你的名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叫你的名字，你在哪里？你伫倒位？你伫倒位？你伫倒位？亚当夏娃背叛上帝以后，亚当夏娃背叛上帝了后，他们到处躲藏，像今天一样，我们到处躲藏着。因为到真侪所在，嗯嗯，要不要拢去避开？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想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伊要摕无花果树的叶啊，想要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但是他们躲不掉上帝的眼目，总是无法度避过上帝目睭。孤单寂寞绝对不尊重任何一个人，孤单寂寞绝对不尊重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款地位，不管你是在什么族群里面，不管你都在族群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被这可怕的孤独所侵蚀着，每一个人都很贪心的孤独来感抓着的。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夜，当主耶稣为着咱的罪钉死的是给前一暗，那时候是最后晚餐，那时候是最后的晚餐。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出卖主耶稣基督。圣经这样说，犹大出卖主耶稣。圣经上描写着，圣经这样描写，犹大要出去卖主的时候，犹大要出去出卖主耶稣的时，犹大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犹大那时出去，那时已经是暗时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上帝面前所逃跑，无一个人会当伫上帝目睭前躲走，甚至是夜晚自以为上帝看不见，甚至是暗时啊，你掠做讲家己梦拢看袂到你。实际上，在上帝看来，夜间白昼是一样的。实在在伫上帝看，日时甲暗时拢是共款的。上帝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全职的上帝。上帝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他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一切都看到清清楚楚。你想想看，上帝允许人类发明红外线的望远镜。你甲想看嘛，上帝允准人类发明迄个红外线的望远镜。望远镜，军队可以在夜间没有星光的晚上，清清楚楚看见所有敌军的行动。迄个军队会当伫迄种完全无光线的中间，伫暗时看到对敌伊的行动。上帝早就看见你一切的事情，上帝早就已经看出你一切的代志。上帝清楚看到你夜间你以为没有人看见所做的一切事，上帝已经看见讲你掠做别人拢看袂到，你暗时啊你所做一切的代志。你今天可能沉迷在世界的情欲里面。你敢知你是迷在世间这情欲的里面，或者你以为沉迷在世界的快乐中，还是说你沉迷在世界的快乐的中间？但是实际上你心灵是孤独的，总是说你的心肝是孤单的。外表虽然很热闹，敢知外表看真热闹，你心灵里面说不出来的孤单跟痛苦，你的心肝里面讲不出来孤单跟痛苦。也许你过去去过教会，敢知你过去去过教会？也许你曾经知道耶稣基督，敢知你过去知道耶稣基督？也许有一度耶稣基督和你非常亲近，现在有一段时间耶稣基督跟你很亲近，但是现在他似乎非常遥远。但是今天你好像你感觉他非常的遥远。当你祷告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的感动，当你祈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动，你读圣经的时候过去的喜乐和渴慕消失了，你读圣经的时候过去的喜乐跟这渴慕都已经消失去了，你跌倒离开主去了，你已经跌倒离开上帝了，你的心现在觉得刚硬跟冷淡，你的心非常的硬跟冷淡，你被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所吸引过去，你有世间很多样事情把你吸引过去。虽然你嘴里说知道耶稣，你心里知道你不认识耶稣，虽然你嘴说你知道耶稣，但你的心跟你说你并不真正认识他，你心里的深处也告诉你主没有与你同在，在你的心肝的深处你跟他深深感觉主并没有跟你相隔地带，因为你是孤独的，因为你是孤独的。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也像这样子，在我们多少人在我们中间是这样的，因为你一脚踏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脚踏在世界中，因为你一脚踏在上帝国度，一脚踏在世界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来，这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回到回来到上帝面前来。罪使我们感到孤独，罪让我们感觉孤单，因为罪使我们和上帝亲密的关系隔离开来了，因为罪让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来受隔离开开。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孤独过，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孤单。这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肉体出世罪人？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耶稣基督，他一生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一世人完全没犯过任何的罪，但是他却降世为人，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总是为我们降世罪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Jesus Christ, that whosoever believe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上帝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个独生个囝赏赐世间，予今仔信伊个人未沉沦，会得到永活。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时候，人生才有希望。你就相信耶稣基督顶头先得救了后，人生才有真正个盼望。第五项，救主耶稣基督的孤独，救主耶稣基督的孤单。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世间传福音的时，经常和那孤独的或者被社会所离弃的人说话，经常跟那孤单受社会来放散的人来讲话。有一次，耶稣基督在井边跟一位妇人说话。有一次，耶稣基督在高井边跟一个妇人来讲话。那位妇人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那个妇人是非常孤单的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已经有五个儿子，现在和她居住的并不是她的丈夫，现在跟她住的并不是她的儿子。他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他心肝无平安，无喜乐，无真正满足。甚至他完全没有希望，甚至感觉完全无希望。但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对他说话。从耶稣基督主动来跟他讲话。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耶稣基督改变你的性命。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将这新创造的人。有新的盼望，有新的希望，人生新的开始，人生新的开始。所以这位妇人就回到他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所以这妇人。然后倒回所徛起的城市的内面，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快来看！”伊甲每一个人来讲：“你紧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有一个人将我平素所做的代志拢甲我讲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吗？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吗？众人就出城，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信了耶稣。真侪人伊就离开伊的城市，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信了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这样跟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基督他受看见被人放杀，受罪罪苦痛，苦痛常常拄到忧闷。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受看见亲像被人黄面不看的一样，咱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抓做伊受责罚，和上帝怕搁受苦楚。圣经上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祸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圣经安尼讲，那是伊是为着咱的继续受伤，为咱的罪过受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伊担当咱的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挞，咱得到医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咱拢亲像羊迷路，达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和咱众人的罪，拢归在伊身上。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虽然许多人围在他旁边，但是他是孤单的。当耶稣基督在世间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有真侪人围在伊的四颗莲灯，总是伊是非常的孤单。甚至在最后钉十字架以前，他的门徒全部逃散离开他去了。甚至最后奉钉的十字架钉迄个时阵，伊的学生离开伊，拢走到唔知对倒位去啊。耶路撒冷的群众前几天还在喊着的。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路撒冷这些人在没几天前还在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高高至上的何撒那。他们前呼后拥的欢呼的耶稣基督进城，因前行后地对着耶稣，他欢喜耶稣基督来入城。但是就在同一个礼拜几天以后，总是在讲那个礼拜几天了后，他们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面，他们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因大声嚎叫讲：“钉伊十字架，钉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你和我死。
在十字架上耶稣为着你和我来死，上帝将我们一切的罪过失还有审判放在他身上，上帝将我们一切的罪过失和审判都放在他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刑罚。就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就在十字架上耶稣这样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什么时候离开我？在那遍地黑暗可怕的时刻，在那遍地黑暗真痛惊的时，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刑罚，担当我们一切该受的审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担当我们一切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看作就是你跟我，他在十字架上看作就是你跟我。他被父上帝隔离，他受父上帝来隔离，那是一个非常孤单寂寞的时代，那是一个非常孤单寂寞的时。在那个时刻里面，耶稣基督被孤独的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非常的孤独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成为全世界的罪，他成为全世界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而钉在上面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为着你跟我受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他经历全世界最大的孤独，他经历全世界上最大的孤单。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你跟我而死，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为着你跟我来死，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失错误，他赦免了一切罪过失和错误，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要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他要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他要赐给我们满足，他要赐给我们满足，他使你不再孤独，不再寂寞，不再痛苦，他要赐给我们不再孤单，不再痛苦，不再寂寞。但是今天许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总是今天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死了以后必须要到那地狱可怕的地方，死了后必须要到地狱非常痛惊的所在。地狱的地方实在就是和上帝隔离的地方，地狱这个所在，地狱这个所在就跟上帝隔离的所在，那是全宇宙中最痛苦最孤独的地方，那是全宇宙最痛苦最孤独的所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忍受这样的痛苦跟孤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和孤独。这是为什么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为什么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来到台前，使你脱离地狱的痛苦跟孤独。来到台前，让你脱离地狱的痛苦和孤独。第六，人死亡和审判的孤独。人死亡和审判的孤独。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来讲，按照定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灵魂仍活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等你死了，你的灵魂依然活在这世间某一个所在。问你自己，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往哪里去呢？问你自己，等你离开这世间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能够到神的国度那里去吗？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到上帝国度那里去吗？还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必须要到那可怕的地方地狱去？还是说你拒绝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到痛惊的地方那里去呢？永远离，永远离开你上帝的面。有一天你要离开，完全永永远远离开上帝面。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回来审判的时候，圣经这样说，当主耶稣回来审判的时，启示录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启示录这样说，海交出中间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跟阴府也要交出他中间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他们都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要丢到那可怕的火湖里，死亡跟阴府也要揭露在那黑湖，那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个黑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圣经上说，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圣经这样说，如果人没记名在活命册上面，他就揭露在黑湖。火湖那是比地狱阴间还更痛苦的地方，这个黑湖是比地狱阴间更痛苦的地方，它是全宇宙最痛苦的地方，它是全宇宙最痛苦的地方，不仅孤独而且痛苦难熬，不是只孤独，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圣经上说，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圣经这样说，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化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既有血气的都要厌恶他，你不能忍受的，你没法忍受，而且在那昼昼夜夜永远受痛苦，在那日日夜夜永远受痛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总是已经未付啊，一切都决定了，一切都决定了。但是信主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信主的人完全不同款。
兄弟认识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实在真多听主的兄弟姐妹，因为离开世间的时，他们脸上都是非常安详跟慈爱，因的面拢非常的安详，非常的慈爱。有的人说我看到主耶稣来接我，有的人说我看到天使来了。为人来讲，我看到主耶稣来接我；有人讲我看到天使来了。他们脸上发光，微笑的离开了世界。因面会发光，真微微啊笑来离开这个世间。但是相反的，不相信耶稣基督人死亡是非常可怕的。相哎，倒变你还无相信耶稣的人，死是非常的惊人。因为他死亡的时候没有一点盼望，因为死是无淡薄啊盼望。甚至有人在死前大叫说：“我害怕，我惧怕。”甚至有人在死以前讲：“我会惊，我足惊。”像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像就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尼采他否认上帝，亵渎上帝。尼采是否认上帝，亵渎上帝。他死亡的时候，护士描写着有一种大黑暗临到他的病床上。他死的时候，护士这样说，说好像一个大的黑暗到他的病床的顶面。尼采非常惧怕，尼采非常的惊，非常的惊。最后他断气前说：“耶稣基督，你胜了。”最后他要断气以前这样说：“耶稣基督，你赢了。”我还知道许多不信主的人，我还知道很多不信主的人，他虽然断气了，他虽然断气了，但他挣扎了，他说：“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总是他在那里蹲在说：“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但最后仍然绝望地叹下最后一口气，总是到最后他也一直来吐最后一口气。没有上帝的人死亡是非常孤独可怕的，没有上帝的人他的死是非常的孤单可怕。如果你不能确定你死亡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能到上帝国度去，如果你没办法确定你死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没办法是不是能到上帝那去，你必须在今天来到台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必须在今天来到台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离开世界，对我们而言就是世界的末了。如果明天我们就离开，永远就离开世间，对我们来说，永远就是世间的落尾。第七项，你做决定时刻的孤独，你做决定时刻那个孤独。是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葬了。一死埋葬，下到阴间，落到阴府。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对死人中过啊！耶稣基督后来升天，坐在全能天父上帝的右边。后来，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全能天父上帝大边。他应许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伊应允讲，将来要对阿倒转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朋友，你预备迎接你的上帝吗？朋友，你有准备好要迎接你的上帝吗？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要进入到你心中来帮助你。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要进入你的生命中间来帮助你。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过失和错误。他要赦免你一切罪过、过失和错误。他要给你生命的力量。他要给你生命的快乐。因为他复活升天以前，因为过我上天以前，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说天顶地的所有官兵都总已经给我。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靠他的名，他就享受他有官兵做上帝之女。耶稣基督不仅赐给我们上帝儿女的权柄，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享受我们做上帝之女的官兵，他也给我们挑战，他也给我们挑战。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我，就看无家己背起的十字架来跟我。跟从耶稣基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随主耶稣不是一个容易的代志，因为你必须的单独来决定来跟从他，因为你必须自己来决定要来跟随他。有的时候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会讥笑你，有时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朋友、你的同事会跟你笑。有时候你因为你的信仰、你的原则而受到逼迫。有时你要为着你的信用、跟你做人的原则，你受到困扰。但是却有喜乐跟平安在你心里像泉水一样游泳的涌出。总是要你有喜乐跟平安，要清除那些泉水对你心肝底安尼不断给清出来。因为有永恒的生命跟智慧在你里面。因为有永远的生命跟智慧在你的里面。它要使你生命饱足，你要你生命饱足。虽然你好像孤单的，但是主与你同在。虽然你看起来是孤单的，主跟你三个弟弟，你必须要自己来做决定，来跟随耶稣基督。你必须要自己做决定来跟随主耶稣。今天有多少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你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着，
今日偌济少年人、中年人、老人，你历史的这大水中间，你感觉真挣扎。整个的大环境好像一个大洪流一样，你没有办法控制。整个的大环境像只大水同款，你根本无法度控制。你想救自己，却觉得无能为力。你想要救家己，总是你感觉无能为力。世界上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解决孤独和痛苦。世间无一个办法能帮助你解决孤单和痛苦。你感觉好像田里孤单的露丝，你感觉你真像田的内面孤单的白灵犀，也好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好在你的厝顶真孤单的七鸟啊！你要转向耶稣，他要帮助你解决你困难。你就要转向耶稣，伊要帮助你解决困难。耶稣说：“烦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耶稣来讲：“今仔路过背当当的汤酒滚，我要让你得到安息。”他要帮助你，伊要帮助你，他要带领你一生的道路，伊要引出你一生的道路。多少年轻人，偌侪少年人，你好像没有人了解你，好在你不仅拢无人了解你，但是耶稣基督最了解你，总是耶稣基督上该了解你。你虽然不知道你前面道路的方向，虽然你不知道你头前路的方向，但是耶稣基督要帮助你前面的方向，所以耶稣基督要帮助你头前的方向。耶稣基督也要帮助你的婚姻，耶稣基督要帮助你的婚姻，找到属于上帝的人来结婚，一定要找到属于上帝的人到底来结婚，而且确定是上帝为你预备最好的、最合适你的。而且你当确定讲，这上帝为你准备上都好、上介好的，但是你必须单独的来决定跟随他。总是你必须自己来决定说我要跟随他。耶稣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耶稣这样说：“看我在门外打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他那里去。若有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跟他，他跟我要三个坐。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耶稣说：“若得胜的，我要享受他在我同同坐位。”就是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就是我亲像我得胜，跟我的父同坐同款。孤单寂寞，常常是上帝允许的一种方法。孤单寂寞，有时是上帝所应允的一种的方法。好，让我们迎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让我们当迎向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永远不再孤独痛苦，好，让我们永远不再孤单痛苦。也许你已经有某种宗教，现在你已经有某种的宗教，你可以问你自己，你所信的是真的吗？你可以问你自己，你所信的是不是真的？当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当时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在人类的心中这一块是空的，在我们人的心肝头这一块是空的。而这个 空的部分，只有上帝的灵，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充满我们。这个空的所在，只有上帝的神，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充满我们。问你自己，你所相信的是不是真的？问你自己，你所相信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你觉得不平安、没有饱足，你就必须来接受耶稣做你独一的救主。所以你若感觉无平安、无饱足，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必须要接受耶稣，让耶稣来帮助你。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和耶稣给你帮助。因为当你困难的时候，只有真的才能帮助你。因为当你感觉困难的时候，只有真正才能帮助你。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愿意说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咱中间有多少人，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多少人，你说我要更新，我要重新我的生活？多少人，你说我要更新，要从头开始我的生命？或者有人要确认，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到永恒上帝那里去？还是说你要来确认，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真的能到永远的上帝那里？等一下，我们要邀请你来到台前。两边要邀请你来到台前。有的人说我要侍奉主耶稣，我要跟随他。有人说我要侍奉主耶稣，我要跟随他。有的人说我要我的罪被上帝所赦免，我要为了我的罪，我要让罪给到上帝下面。我要确定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我们也要邀请来到台前。我要确定耶稣基督是住在我的心里，我也要邀请你来到台前。你说为什么我要来到台前呢？你说我为什么要来到台前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呼召你，因为耶稣基督在呼召你。圣经里每一位被呼召的，耶稣基督都是公开的呼召。圣经里面说到每一个受呼召，耶稣基督都是公开的呼召。耶稣基督也为你而走了很长的路，公开的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嘛，为着你行足远的路，受公开定你是不是界定？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认他。”耶稣基督安尼讲，凡在人的人的面前认我，我伫天父面前也要认你。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耶稣安尼讲，凡在人的面前唔认我，我伫天父面前也无要认伊。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你请你先不要离开。
这是真神圣的时刻，请你唔通离开。如果你有朋友来，他会跟你一起来到前面。你若有朋友跟你斗阵来，伊要跟你斗阵来到头前。或者你搭乘巴士，巴士会等你。你若坐巴士来，巴士咪等你。当你来到台前，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等你来到台前的时候，我们三个来祈祷。我们要送给你决志手册，帮助你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我们送你的决志者手册，帮助你过着属上帝的生活。带着你的朋友，带着你的妻子、丈夫，全家可以来到台前。带着你的朋友，带着你的翁婿，带着你的某，全家拢会来到台前。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什么所在，也许你坐在石班席里，甘在你坐在石班的中间，或者你坐在遥远的地方，还是你坐在较远的所在，你知道上帝在对你说话，你知道上帝在对你讲话，你必须要回应他，你必须要回应伊，不要等待了，唔能够听候啊！现在你就可以从座位中走出来，你即卖当对你的座位上该会当出来，接受耶稣做你独一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最你独一的救主。如果你对你救恩有任何的怀疑，如果你对你的救恩有任何怀疑，你不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必须来到台前接受耶稣。你唔知道你是唔是顶头先得救，你必须来到台前接受耶稣。耶稣基督要跟你一同回家，一同上班，一同上学，做你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要跟你斗阵，斗阵去到你上班，斗阵读册，要将这你随时的帮助。当诗班唱耶稣的光照耀你的时候，当诗班在唱耶稣的光照耀我的时候，就请你来到台前，就请你来到台前，我们等你，万天好你，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什么所在，请你来到台前，请你来到台前，我们等你，万天好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不管你在哪里，主耶稣爱你，我们等你，确定你重生得救，不要因为听完道而出去没有耶稣基督，来到台前确定你重生得救，我们等你，你可以全家来到主面前，不管你在哪里，主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啊，光照耀，照亮我，我甘愿给你的未改变，主荣耀，满天地，使我不再惧怕，黑暗都将过去。请你到前面来，你问问你旁边的朋友，带他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也许你在诗班席里面，或者你坐在后面黑暗里面，但上帝都看到了，请你到前面来。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你知道你需要来到台前，那是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请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
照亮我们的家园。问问你带来的朋友，带他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我们等你，请你带你的朋友、丈夫和妻子、全家来到主面前，我们等你。如果我们要我们全家团圆，你必须来到台前。主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请你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当我们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了，请尽快来到台前。在祷告的时候会听到基督徒说阿们，你祈祷的时候你听到基督徒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是亚兰文，意思是实实在在就是这样。阿们是亚兰文，是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如果你说是的，意思跟阿们类似。如果你若讲是，这个阿门的意思是同款。最重要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上加要紧的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两面那边三个来祈祷。你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你回去了，也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当你碰到危险或紧急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说：“主耶稣救我。”当你对着危险紧急的时阵，你也当直接讲主耶稣救我，就这么简单，就这样简单。你可以直接向主耶稣来祷告，你让直接用主耶稣来祈祷。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今晚咱三个要来祈祷，请跟着兄弟来一起祷告。先对我三个来到底来祈祷。这个祷告是针对主耶稣，这个祈祷是对针对主耶稣。请陪谈员暂时停止陪谈，请跟着兄弟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求你赦免我过去的过失和错误，求你赦免我过去的过失和错误，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我相信你复活，我相信你复活，我相信你升天，我相信你升天，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因为圣经上应许着，因为圣经上应许着，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从现在起我得救了，我将有永恒的生命，我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我有上帝儿女的权柄，
现在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撒旦魔鬼退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邪灵退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切试探引诱退去，主耶稣谢谢你，每当我为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使我全家得救，使我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使我的同事邻居都能得救，使我的同胞都能得救，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现在我们保持原位，要开始为你自己来祷告。这是我们站在原来的地方，要为了你自己来祈祷。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来祷告。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婚姻，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父母来祈祷。如果你有生病的地方，如果你有艰苦的地方，或者身体软弱的地方，身体没好的地方，你可以把手按到你身体软弱的地方，你能将手放在你身体艰苦的地方。圣经上说，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圣经来讲，因为耶稣基督的鞭打，我们得到医好。若耶稣肯，他会医治我们。如果耶稣肯，他会医治我们。也为你的教会来祷告，也为了你的教会来祈祷，也为明天的布道大会来祷告，也为了明天的布道会来祈祷。特别为你的未信主的亲戚朋友邀请他来祷告，特别为了你的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还没邀请他来祈祷，也为我们的国家社会祷告，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来祈祷。求主改变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求主改变我们的国家成为宣教的国家。现在我们要一起开始祷告，这是我们三个来祈祷。为你自己，为你自己，为教会，为教会，为布道会，为布道会，为国家社会来祷告，为国家社会来祈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按三个出声来祈祷。我们三声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然后一起来开口祷告。按三声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然后来开始祈祷。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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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主啊，我们就特地把所有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的弟兄姐妹交到你圣手中。哦主啊，祈求你怜悯我们，医治我们，在我们中间中有婚姻跟家庭有困难的，主啊，就祈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使他们的家庭婚姻美满起来。帮助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还有父母，保守他们。在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有病痛的，无论是头、手、脚、心脏、内脏、胰脏、肝脏、内分泌或癌症，或者是任何的骨质疏松症、任何的病症，哦，不能行走的，或者瘸子，或者是眼睛或者耳朵的问题，奉拿撒勒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哦，主因耶稣基督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哦，主啊，就祈求你医治我们，哦，还有心灵痛伤。或者是创伤的部分，主啊，也求你医治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社会来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国家社会，收割庄稼，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我们这时候也为每一间教会来祷告，也为明天布道大会来祷告，也为所有弟兄姐妹要带领他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来祷告。哦，主啊，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祈求你的福音震动这个地方，你的恩赐临到这个地方，恩雨配降，你的福气还有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整个的台湾，临到我们的东部。主啊，祈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哦，主啊，使得布道大会真的能够带来我们整个社会台湾的福气，哦，改变，能够使这个地方有平安有喜乐。哦，感谢主，赞美主，这是你的应许，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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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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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